胆小，我告诉你吧，我这是为了录视频，对，和朋友约好聚会，真是太高兴了。开着我的小汽车出发，启动汽车，游玩开始，按照路标进行前进，前方5公里经过隧道，上车出发了，走。怎么着？哟，上来呀、啊。嗯，我在你后面、啊。你能不能坐副驾驶？我坐副驾驶，安全系数低。前面限速60，哎，进隧道了。上面是人行天桥，哟、哦，哇，什么鬼？我怎么坐在驾驶座上了？前方坍塌，过去看看。哎，紧急电话，紧急出口。找到了一把开关。你好，需要什么帮助？好的，请赶紧到紧急出口暂避躲避危险。走。嗯。好黑啊，还需要一把钥匙啊？再找找吧，应该在这边。你看到了吗？找发亮的发射器。没看到。这么大个箱子。找到了，走吧。这是哪呀？不知道。哇、哦！你看前面，好漂亮啊！好漂亮的小姐姐。嗯。小姐姐。彩虹蜈蚣。有蜈蚣。哎，那小姐姐不会是蜈蚣经验的吧？快走快走快走，这是重生点，快跟上。墓地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应该找钥匙。果然在这儿。哟，小丑。来打我呀！你过分呢、啊！你还踢出来打我？叫你嘚瑟！这还是人干那个事儿吗？你不是找到钥匙了吗？没有啊，是那个梯子，我找到两节梯子。出去，出去！谁让你进来的？丫头晃脑的！应该还有需要梯子，不在里面了。我在里面找到两节。妈耶，这么多罐子，交给你了。找到了。我在外面看看。直接这样右键一直晃，哎。要找四节。还有一节，还差一节。会被哪个坟墓直接被我踩塌了？还差一个。踩不塌呀？对呀、啊，应该不是在这吧？你上得去吗？上不去。我不想花10个米币买一个。这么贵的吗？一个就算了，要10个。给，走吧。找到4把爬梯出去。小丑又来了，赶紧跑！我觉得我可能、也许、大概猜到在哪儿了。这有个小木屋哎。不在这。废弃工厂后门。哥，我来了。完了！我觉得我污了。嗯。那个红衣角小姐姐她又出现了。哇，好漂亮！这是他生前的模样吗？喂，太好看了吧！我再走去走一下，你看清楚。我这
我愿意。好漂亮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来吧。不走了。找到一把钥匙。把钥匙在哪儿呢？这是厕所吗？这边。好多罐子。我这边没有，估计是在你这个房间里。可是这边也没有哎。我觉得在对面。对面你过得去吗？好漂亮，这个地方呢？这不是你刚刚找的吗？但是我没找到，所以我希望你也来找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得着。这里可以蹭进去吗？你蹭过了吗？蹭了。呵，钥匙在哪？快点，快点，我等不及了，我要去见他。哥哥，记得还我2块钱哈。怎么这么漂亮呢？钥匙是个迷你币。没想到他生前的模样这么漂亮。我不相信你，我觉得这个房间肯定有。爱了爱了爱了，餐厅。工厂倒闭了，我把钥匙放在餐厅吧。小姐姐，小姐姐，哥哥，我找到了那个钥匙，就在你找过的那个厕所的里面。好家伙，这是毒液啊！他也看上小姐姐啦，他还进了两房间耶。干！你不要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好可怜，哇，小姐姐过来了，冲呀！我找到了，快走，走。红衣小改改呢？我来现身了。可你睡得真及时。下一间，哎，这门怎么是打开的？哎，怎么又关上了？哇，有个，这个是小丑吗？这也是小丑哎。找到了，冲呀哥哥！对对对对对，过分。走吧。哼，二十米你兵是吧？谁都不能阻止我。去见小姐姐，我弄死你，等我着死。哥哥，我如果我不是故意的挡到你了，你也会打死我吗？你是沉默了，就代表默认了是吗？哼，为了我的幸福，我已经单身30年了。是呀，整整30岁了。小伙伴们都催着要看雨嫂呢。哎，啥也没有。你不是有一把多的钥匙吗？对啊，开呀。都不想给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犯不上打我。小姐姐，等等我。他把我吸到地下室来了。他穿白衣服也好好看哦。咦，谁关的门？不知道，不是我。谁开的门？小姐姐。什么？他在迎接你的到来。呦呦呦呦呦！这个球吓我一口跳。哇，看到他本人了。打事情骂谁？我长得真的很好看哈，长得真的好好看。他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？完了。嗯。我刚没点成人点。哇，也太漂亮了点吧，这个大眼睛。
是男孩子就好了，可以可以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来吧，打是情，骂是爱。打死你，打死你！哟，这里好黑。嗯、你找东西啊，找东西，找东西。这需要斧头。他手上有一个那个，他发出来的那个效果，对，有那个什么效果很好看。哎，你让我趴下，你让我趴下。嗯，在这儿吗？在这儿，找到了。那这，走吧。你看他打我的时候那个效果，有一道白绫，哇、哦，他好凶。嗯，嘿，找到一节楼梯，又需要楼梯啊？嗯，我的天，我猜它是白色的。哥，你缠住他哈，我来找吧。打下了。哎，奇怪，难道是在这边吗？又需要一二三四四节。对啊，你那边有吗？一来了，他来了。他喜欢你才会找你啊。哥娘，把持住！红衣服的小姐，哎，好，在这，我也来了，来吧，轻点，能不能温柔点对我？他不是白衣服的吗？白衣服的刚刚被我，嗯嗯。我他裙子里面居然穿的是裤子哎！我就找到了一节楼梯。嗯，怎么了？哎，两节。双胞胎吗？不会吧，一个红衣服，一个白衣服的，好刺激！哥哥，双飞快乐！砸你的梯子干嘛呢你？快点！哭了！哇，你看这个月亮，走吧，出来了。嗯，出来了。嗯，我拿走啊。骑上车吧。走。我上车了，在你后面。应该是往这边。又要往隧道走。嗯，这次应该没问题了。感觉这隧道好长啊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感谢尤文。哎，哎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把我的姐姐还给我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